来跳舞去。哦。单挑你别跑呀，单挑，单挑你别躲呀。别跟我说是前锋，如果他是前锋的话，这人真是太他妈坏了。单挑，跟谁俩呢？单挑，来了来了！我操，你这个人铁头娃，你真是。把鸟回来，鸟回来，我又吐了，把鸟吐掉了。哎呦，你现在这些年轻人就是铁头啊。铁头，他妈铁，铁头啊，铁头，妈了个巴西。还想贪这个东西，这是干啥？叫啊！不要你，那这个，狗贼，你是真的烦。有没有起来，老弟？两个估计别叫别叫，这蜘蛛怎么老叫呢？
哎，对对对。有小英，但是没耳鸣。哎，你看这个小伙子。年轻人，不要太嚣张。我就问一句，瓜，保球吗？这个聆听骗人啊。哦，你瞅啥？哎，你们老吃我。单挑，我让你单挑。长得更个单挑。转了你的储备交枪。
但还好他没有国民。佣兵这波不让他救了，这波我把调香师挂了，还不能，哎，最糟的是不能挂空军，空军能躲起来，这最烦的，抓的时间慢了，空军还能躲起来。但你这样走，龙兄弟，我不杀你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大不了传回去。大不了不然佣兵了，给这个佣兵救倒无所谓，倒了就行。把枪都改了，接。挂游戏结束，先支付两台，这边还有一台一闪，桥上拦他。这就有点不好搞，前锋和空军在往上抓的，有人去我复活点修机器啊，看看是谁，希望他是个死铁前锋。好，这个前锋在帮人打掩护，帮这个里面的人打掩护。杀前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蛛丝一定要叠好。是用了基本上所有球，还有一点小球。然后空军在刚刚在看了你的大门。然后这边摸好的应该是磁铁帮这个收入区摸好的，然后空军应该会从四合院或者大门方向无地方方向过来救我，如果左边没有那就是贴右边过来了。这是两个都想救啊，完了没过半，哎呦，差一点过半了，差一点抓赢了，但没关系，卡个双突，下一波不让他救了。
还有一次双兔的机会。想救我，不让他走，就是两次。哎呦，双兔没了。前期打团认真的吗？四太极打团很辛苦，哇，没了，竟然打这种团，放啊，不帮我取消擦刀，来了，取消擦刀，取消擦，把他挂了再说，反正不着急追他。是一个三层他就没了。而且他们必须派人过来救这个字。不就磁铁沉迷休息太北磁铁要过半了嘿嘿哎哟，哦一踩就是打一刀啊，我怀疑他们压好了，开始修待机差不多了，修差不多了，快得很。小伙子石头，他你猜这个空军会直线被王拿走，我赌他一手在这个里面，哎他竟然没有这个意识，卖了可能吧，看一眼，没有，回去看一眼，哦我无敌防狗，无敌防就是他的家，无敌防就是你的家里面，在我左手边看到了，宝贝